无一对好的呢，我拢无一对优点的呢。没有一个可以被称赞的吗？赢在有女友。对啦对啦，赢在有女友啊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、欸，哎，我睡觉大概都没办法像百姓这样子在直播上睡觉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觉得在直播上睡觉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嗯，我觉得在直播上睡觉脸皮要够厚、欸，不然我还真的是不敢。对，重点是他可以，你说一次两次就好，他是一次一二十次了，我没有说他露脸皮啦，我这其实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这种事情是一个优点，不完全是缺点。没有啦，我跟他很熟啦 ，OK 的啦。T 台现在很多实况碎波的，碎波也能赚钱，靠腰啊！碎波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也、欸、不会直接炸死了吧？哇靠，真的快炸死了、欸！直接炸死了！厚脸皮真的是优点啊！如果我有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也想要有厚脸皮。厚脸皮真的屌，直接炸死啊！王一，好。今天没爆 BB 啊，可以让他进来啊，直接炸死。好，直接炸死王哦，最简单的哦，我一对，只有火属性的成就，解完了。